中央一级主管代表能够继续经费来挹注文化农乡。Ni paspada mita yamu, miyah da dua da toksa miyah supu, hini ni salas, miyah da mgeri, muya sini. Laku ka jikang saya. 县长非常肯定文化健康站所有的辛苦付出与奉献。第一个是感恩惜福，当然今天这个三大主旨都是我们共同的日子。下一代要有感恩的心，对未来、对现在、对过去都要抱这样的心态。